好，最后一场吧。对啊，有人等一下，有人队伍还没选。哎、欸，那个 Demo， 你的队伍要调一下一哦，队伍一。木恩队伍一。好，那个 OK， 来吧，上路，最后一场啦。游戏开始了。打不赢的话就下周了。哈哈哈。嗯，我无看到电脑啦，还是要剪脸，是这啦。这样会危险呢、欸，好可怕、啊！哇，这很危险。你 TC 下去，然后他在我们家旁边。现在已经六分钟了，我无看到人，对啊，恐怖呀，好危险。他好像在我的附近。原本开局会送三棒棒的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果然要先找主播、啊。有可能是在这附近哦。先找主播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开局就先找主播。上一场也是这样。因为以球兵为主。好亲切，你知道吗？看刚刚那个聊天室，就是要嘛不是新观众，要嘛就是基本上就是酸民啦、啊，酸民现在看多了，看多了。你跟他嘴炮，他就会回你了。信不信？稍微给他吊一下，他就出来了。黑粉也是粉嘛，稍微吊一下就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网络上是这样的、喔，我打这个模式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很累？因为通常你们都认识我了嘛，啊，我不认识你们嘛，啊，你们可以匿名密我，然后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我是无所谓啦，反正玩这个，如果真的要赢。要搞到大家压力很大的话，那也是你们的问题了，就少数几个人的问题，但是不影响我，哦、我玩得很开心。很多，很可怕，有点恐怖啊！哎呦，我有机会逃出去吗？我机会吗？那边已经有人在外面了，还好了。我机会吗？先逃出一村，找已经有人在外面。好像趁现在可以趁乱出去哦，注意哦。Why are you running? Why are you running? 啊！干！没有趁乱，没有趁乱。啊！制裁了吗？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是在看主播被打的。觉得主播有的游戏特别好玩。特别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好不好玩我就不知道了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一面。有真的黑粉的，就是像刚那个 PIKE 躲在聊天室那种，然后会私底下密人的那一种，击败狼有没有？但我没有，我主播你。主播人在家里面。路过嘞、欸，主播你英勇哎、欸、哎，你要不要参加盖城奖会？要被嘴了，完蛋了，这台不会玩了、啊，完了，要被嘴了，需要加一插件塔，哎、欸，我好屌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居然没事，好蛋，命大哎、欸，打打打打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玩的英勇，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发现的。哎、欸，可以吧？这个操作可以吧？太强了！这可以吧？这可以吧？以为你是策划过的。有没有一个成就是？哎、欸，不行，被他抓到了，前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分数最高？他到底会不会来打我？等一下，我才刚搬这边，为什么他来这里？我从这边呢、欸，我从这边搬到这里耶、欸。他还来，我今天这个是最后一场，我不管了。他一定爱你。我被灭国，我也动不了，我不行。黑粉怎么样？鱼儿，你要跟我一起开喷是吗？我
我说这 AI 就你真正的黑粉啊，追着你杀啊。啊，对啊，就无聊啊。开局就专门砍他，别砍别人。好啦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食物有够穷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重点是我等一下和人家搬家。单 P 是不是这个 TC 要不要低一下？房子要不要低才不会赢过来啊？阿明是不是？嗯，要吼，是不是要？哎、欸，那个要啊要啊。西嘎嘎是我们新人对不对？西嘎嘎，你把这个低了，快点换换。谢啦谢啦谢啦兄弟谢啦兄弟。只要活下来，待会都有机会赢。谢啦兄弟。不要太坚持那个房子，房子乃身外之物。银冠赶快顶一顶。谢啦兄弟。怎么了？哇。村民有声。哇哇哇。没了。哦，主播你还有其他人吗？一村台。哪里啊哪里？太快了啦！等一下，死了！一分钟，好惨啊！好笑哦！不行啦，他有追那个导航，是不是？妈，六点钟方向搬到那九点方向，九点方向再来。对，烦你，还要再打一场吗？看你、啊，看你啦，看你啦，你要打就打。看你这场算不算这一场？这个、算不算一场？没超过二十村呢、欸，这一场我没超过二十村呢、欸。好惨哦！统计资料来看一下，要不要复仇一下？主播上市单位22，再一场，再一场，不行不行，再一场。哇，好，来开，进来进来，看他的，最多村民22，就是那22村就没了。